档，三二一啊！冰咖啡，什么都应该是热的。好，来。你是冰咖啡吗？耶、yeah. 哦！所以这个门不会开，不会关了，太好了。这个有点困难吗？还气泡水，好，气泡水。哪里？好，看了看了。这边丢了哈，没问题，丢了。来，帮忙，帮忙。三二一，紧急列车，大家配合。冰咖啡，我们顾虑要小的。留住，还有。
方有九十台了哦，真的是跟各位讲一下哈，我们等一下会下面下车，等一下各车来来，我们现在各车分成哈，我们第五车哈，等一下这边一组，哦这边一组哈，这边一组两组，哦各车厢分成两组，哦，好我们现在第四车厢这边一组哈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做苦工哦，要做苦工啊。那个苦工很轻，因为那个枕木里面人带过枕木。今天呢，我们的 DIY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二三火车窄轨，我们要让你亲自接触窄轨，窄轨以后呢，如何去感受一下倒翻人眼怎么去这样啊？维修我们铁路，它那个枕木哈不会很重，因为那是假的。哦，它没有假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切进去的话都要什么？哦。都要按照规定哈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第四车就跟着我，他那个第三车就跟着那个谁，跟着那个森林铁路的倒翻工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出图就是换枕木，换枕木，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体验。那我们去挖喽，好，好来可以喽。你们要觉得说它是枕木可以抽出去的话，可以从那边出去的哦，从那边可以出去。所以这边要有动能哦，有动能哦，有希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出来了，组长再过来呢。如果进不去的话，那个轨道还要再清哦。可以吗？如果 OK 就撸进来，好，试试看哦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哦，那我们用铁锤去把它敲进去哦。是谁呢？要体验？哎，快住喏，这个可以。下面的倒渣没有垫够高，对，所以刚刚就是在倒渣下面要填回填的时候要填到够。对。75.5啊，76，对，要76，对，76，大家76。多少？100,400万。哦，这个爸爸上面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开始看看左侧旁边，来，左右来，照一下。哦，你看看，哎，他们有没有很羡慕你们？有，他到时终于就是分型哦。我都听我手机哈，哎，你看，台上蛮多羡慕的，你看做起来怎么样？哎，像我这种要有那种怀旧感，什么怀旧感觉？你们用侧坐对不对？面向我的方向，我都用你们的侧坐，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啊。你们先侧坐，你们侧坐。哦，阿里郎转不过来的话，你可以趴着腿，趴着腿哦，来跪着。好，你们先不要进场，哎，先不要进场。哦，都可以哦，你可以来趴着，哎。对啊，还有，那我们现在慢慢的介绍，你的右手边，哦，右手边这边，哦，这个就是嘉义修理工厂，哦，大兵修理厂，哦，这个，它左侧，哎，这边左侧，左侧呢，你要用回响的，哦，回响的，左侧呢，在民国60年代，我在读国中的时候，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水池，哦，这是别人水池哦，比如说我们从嘉义运来的木头都泡在这里面。这个水池呢，在民国70年代，也许我记得应该是民国65年，我读国中、高中而已，它就开始翻新了，哦，翻新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忠孝路，来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来忠孝路，忠孝路找路，大家先看到就够宽准了，哦，看到我们读书的时候刚好够宽。哦，那，啊，你去看看，来，你的左手边，这个就是北门车站，第一个北门车站。北门车站，我们说北门车站就在你的左侧，左，哦，右侧啊，左，看到了，这边 P 大的，对，真的，那我们右左边，现在我们用大浪北，右左边，右左边，我们称为站门呀，北门地，要再通过台湾，看到我们说北门车站是左侧这个地方，哦，你也知道是吧？后来改成一个车站，他，啊，后来民国99年，他就改成一个什么，这个半地铁车站，啊，右左边来，再看右左边。右手边这个车站，我们下午会在那边停靠。啊，先享受一下。好，来，来，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好，来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招手，你看到？哦，你看，你看招手，你看看到他每一样都在羡慕的样子。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北门啊，来，在北门的车站哦。
好好的要运转时间三十分钟。等一下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哈，我们现在可以转速，我们可以做了。转。然后一转呢，一转的话哦，我做一些介绍，一转的路。那三 D 转的话哦，那边的路是我就不讲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报道嘛。你们假如想听三 D 段的故事，也可以，那你就要下一批次再来做阿里山的火车。因为我们阿里山的火车下一批次就是跑到哪里？跑到多里，哦，多里山中的一个小小的部落。然后哦，那么是夹路公园，哦，那那边呢，现在是很宁静，哦，很宁静。所以他们阿里山铁路那个有很多的路，二十四号、二十四号都有。这个阿里山呢，在这边走了一百多年，一百多年里面呢，它跟什么跟我们当地的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现在下坡的时候，我会介绍的，我就会介绍这条火车当初为什么要盖。所以没有想到，当初盖这条铁路不是要把别人做的，不是你们没有那么贵哦，你们没有那么，对，当初盖这条的，开油的油不？开油的油，你挖到没有？第二级哦，你是会加二级油的，就这么滚的哦，好了，所以说当初呢，你们走这条路线，当初我们盖这条。到了就是要把阿里山部落推下山。哦，1899年，民国前三年，日本政府发现了阿里山的大木头。哦，我想阿里山的大木头就跟现在他发现石油一样。所以说那时候日本人把阿里山的那些木头称作什么？无尽场的宝藏。哎，这个无尽场宝藏哦。可以爬了，可以爬出80年，可以爬80年哦，各位好朋友。所以说，你们现在到阿里山去，应该看不到什么吗？它都是二代、三代，连石木头都已经砍光光了，包括哪里？包括塔塔加沿线，有没有看到江湖加工塔塔加沿线？还有普遍线，还有大阿里山区，都没有这些沿线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四条公路。哦，是的。好，来，各位好朋友，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哦。当初日本人发现了这些木头，我们要把它运下山。当初那时候考虑的没有考虑什么，没有考虑到要用。为什么？他当初考虑的是要让日本人在日本伐木，就用什么木马的，而另外一个用水流水。在欧美国家都怎样？但是他来到了阿里山，就发现到阿里山的山高那种山深，哦，山高谷深，还有现在要进入山，我们心里面要水，这都没办法伐木，哦，没办法伐木的话，还有想到说不能伐木的话，我要用什么方式？我不能用水泥的方式。所以说他们就那种日本的一些的专家学者来这边考察之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哦，一个什么叫做和和世太郎先生，你们今天到了阿里山，你们假如要去过阿里山森林乐区，有哈，来阿里山龟山也来参加哦，哎，那在江边的路旁边有一个纪念碑，就是他。所以他总是不请他来到台湾以后来考察一下我们阿里山的木头，他用什么方式运下山？你看这里两口，他出来后，要把请过来的时候呢，他刚刚到过哪里？他刚刚到过我去考察我们阿里山的木头，所以他来到阿里山以后，他发现阿里山的巨木那么的良好，那么的美才，你说用人工把它木马到把它拖下来。太浪费这东西，最高他建议走出统一的办法，开始用。所以说呢，1908
1960年到1974年当中，他们就在规划我们阿里山的火车要怎么来开设停车，像阿里山的路口就用火车来开设，用铁路只是来那时候选择四条路线，一条路线在火车全都看不到哈。我们讲一下，从竹山第一条路线。来，各位好朋友，最后来到这边以后呢，我们就下锅了。这边你。
Thank you.
看到，我们会跨越九号桥到罗井，
就是我们叫杜满西啊。哦，杜满西啊，这个人只见过哈、哦，在哪里？在民国95年的时候整过。哦，见过就是哦，整见哦，来，那你可以看到，过了这里以后呢，去看左侧有一个平台。这边有个平交道，这个都是没有大的，这边还有几个弯桥，这个车是新盖的，这个是因为我记得应该是101年、102年盖的，以前来到这边都没有人，这边很多的人，这边那个县政府盖的一个这一个，这个观景平台，这个观景平台是的，可以从左侧就看得到，这个观景平台就要给那个什么，那个摄影爱好者在这边哦，要拍照的哦。西啊，你先看看左侧一个倒影哦，天上好多芒草，这个是鹿满溪桥，对面那里是那个城镇，城墙上面大概是农民的。这个水呢，今天桥脏了，全是泥土的。这个铁桥呢，它想拆的，其实它的这个老刚才没看到左侧，你看到一个什么？一个观景平台，对不对？那观景平台哦，平常不会来这个照相，应该不会。那什么时候才会有人？我们的蒸汽火车出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跑到那边去，赶火车怎样过桥梁？你说的这个桥梁没有火车在上面的话，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他说还有什么？还要蒸汽火车。他们拼命的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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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还有我们这个驻马场车站哦，哎，在民国70年代，民国70年，我记得没错，民国7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班表火车不再停靠了，这个车站列为什么？待拆。待拆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待拆。待拆哦，什么时候拆都可以。啊，这可惜。这个车站它没有被拆掉，反而是我被拆了。顽强被拆了，其实你注意看哦，我们从北门开始，我们下回到北门车站，北门车站的格局跟我们驻马场车站的格局是大小不一样的，格局要里面的公共空间，还有事务空间，还有我们格局的都是一模一样。哦，他们顽强，顽强再不见了，他们的格局都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说你从这边感觉，我们以前一地线。这些车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们火车还顺利的出站。然后从格局看阿里山哦，那都是比较分散的，现在都先看到都是那种是光顾客哦，为了带你们来办我们那种办公室，我们都称为办公室，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办公室。你看，从格局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到公司。满足是车道，哦，满足了哈、哦。但是这个车道，这个叫做满足是。
这个场景还有快速车要带你变好哦，哎，你那个进来一点哦。
面，我现在录影，你就大喊一声。阿明。阿明。阿明。你两位喊你有。好。